伟大的先哲们发现，不同的元素组成了宇宙万物。有一天，一股神秘力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，每一种元素都有属于它独一无二的元素使者。相传，元素使者还被赋予了强大的元素之力。这就是我，作为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元素，很荣幸成为这个故事的第一主角哦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呼呼呼呼呼呼，呼呼呼呼呼呼，呼呼呼呼呼，我回来啦！羊不在呀。哼哼，正好，趁这个机会试一下。来吧，元素之力，穿墙！不管用啊，换个试试。召唤闪电，开锁。还是用钥匙吧。所以元素之力到底是什么呢？对了。不能穿墙，不能放电，跑步速度没有任何变化，大脑容量平平无奇，什么都不会。不是说好了是一种超能力的吗？饿了。最后试一次吧。隔空局物。我就知道。谁呀？什么情况？这些动物怎么回事啊？嗨，小青，羊啊，怎么还有这么大的鹿啊？抱歉，小青，吓到你了。具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哎。走着走着，他们就跟过来了。不过。动物们都好可爱呀。难道这是羊的元素之力？羊，快吃这个，超好吃的。还有这个，这个，超级美味。忍住。哇，太好吃了。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不能吃太多，会长胖。不会啊，你看不管怎么吃体重都很轻耶，哈哈。太犯规了。难道这就是我的元素之力？太棒了。